主播是彩泥师。主播怎么不说阿里嘎多？阿里嘎多没必要，没必要阿里嘎多。哎呀，盒子来早了。主播，我身上就10000块，找不到工作我就吃土了，兄弟。我最穷的时候，身上就他妈30，我身上就他妈60块钱，等了2个月发工资了，30块钱。然后我妈妈，因为我当时外面嘛，我妈妈她好像知道我没钱什么的，给我寄了500块钱，直接500块钱，坚持到2个月发工资了。获得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，5000块钱，500块钱坚持了2个月，兄弟。然后获得了第一笔工资，哦，不是5000块钱，3000块钱，而且还扣他妈的东西，什么什么，说什么扣什么税啊，什么东西的，扣了我2000，扣了我只剩2700，非常难受。怎么还有蒙多辅助啊，哥们？一条狗。嗨呀，两条狗，嗨呀，没机会 A 不算。哎呀，可以给他加速追一下。A 下，给我来！哎呀，给我干嘛呀？人头给我呀！拿了工资第一件事干嘛？买东西啊！我当时拿了工资，当时因为第一次工资嘛，我当时就我想一下，我当时其实，我当时在那边，哎，不瞒你们说吧，也不瞒你们笑话，当时第一次拿工资，居然是给女主播刷礼物，因为那个女主播是我的对象。当时我在一个直播的经纪公司里面嘛，她是我的同事，然后也是我对象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她每天要收300块钱礼物，当时给她刷300块钱礼物，仅此而已。然后后面就我钱好像留着了，没怎么好玩，就是每天点外卖那样子嘛。花了300块钱给他刷礼物了，当时我记得没错，给他刷礼物了。不怕你们笑话，当时16岁吧，17岁。当第一件事给他妈刷礼物了，兄弟们，给他刷300块钱礼物，刷300块钱，真的不吹牛，兄弟们，不怕你们笑话。当时的对象你知道吧？长得还蛮漂亮的，但是没有小糖宝好看。当时毕竟是对象嘛，还是比较在意的，就给他刷了个礼物，刷了300块钱礼物。然后他谢我了，他还说：“哎，谢谢小可爱的飞机，3个飞机，谢谢小可爱的小星星，谢谢。”这么说的呢，我现在还记得呢。没小糖宝好看，小糖宝是我谈过最好看的对象。等以后有机会了，带你们看看好吧。这和谐刚打呀，那上路我得去抓一下。不过我这个等级人挺讨厌，哎，小丑一个跳呗。我队友那不是，还他妈飙我飙到你了，你自己人小丑啊。等个盒子吧，还得进去吧。哎，可以怀助攻，美滋滋。怎么有眼吗？一直有。A 我呗 ，A 呗，再 A 呗，再 A 呗 ，A 呀，怎么不 A 了？怎么不 A 了 ？A 呀，哎，你怎么不 A 我了 ？A 我呀 ，A 呀，怎么不 A 了？用力呀，插我！插我呀！喜欢 A， 老子砍的是精锐是吧？虫子给你了，差怎么走了？飙我呀！拿 Q 技能戳我呀！谢谢优秀的人粉丝牌，谢谢。烧猪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眼了！这应该是机器人丢的，不是暴击丢的，暴击在下路。他有骸骨毒唇吗？哎，他没骸骨毒唇，兄弟们，骸骨毒唇好了，我操！
打了死不？还行，打死了，嘿嘿，美在这儿也去吃了。好杀，到底怎么又死了？也去吃一次，怎么六级了？等级好高啊，兄弟们，等级最高的一级。装你妈！我也没装啊。妈，给他插，他还是我装。你妈想插我的人，从这里排到法国去了。打呗。怎么说？别，抓不住，抓不了。还是收图吧，经典嘲讽。还是收图吧，兄弟。我来了。哎呀，杀不掉啊！嗯，杀不掉，野区感觉要没了，赶紧跑，不准输。不准输，准输不准输可还行？哎，差点钱、啊，我操！真的很讨厌机械人辅助，这画像女生呢、啊？那女生会萌多吗？不敢选软辅，你选蒙多是吧？那真是有够硬的呢。蒙多觉得你是个大娘们儿，原来蒙多辅助真是畜生啊，逼娘们儿！不是你女生，你没有这个，你玩猫咪挂身上呀？你玩个逼蒙多什么意思？还好这把 ADC 还是可以帮起来了，不然这小子真的养爹了。咱们直接买一波卢登的配枪。下路蒙对面打野在，这个血量的话有点不想来啊，说是，但是他们打野也在，我也想来，来吧来吧，暴力是满血，过头了，标我无所谓 ，Q 过来，黑标一丢，勾到无所谓，到左边去，分身拉过来，挡下技能。我不敢让他 A 我了，容易被秒。哎呦，还不让我升点蓝，完了完了！哎呀，早都不升点蓝了，他的回口好多血啊，兄弟们！完了，到他收图了，哎，趁机拿个外卖。来，你快一把！为什么？来了来了。正好等波钱，美滋滋儿，600块卢登的配枪，这把加分了呀！这把怎么直接赢啊？主播，我想看你再激怒一次暴女，你好坏呀！怎么老想让主播嘲讽别人？我只是借题发挥嘛，我就调戏他一下，没什么恶意的，节目效果的。等会儿再买面具吗？面具这阵容，感觉买面具打遍了，直接买帽子吧。等我一下呗，我贪技能了，不想用技能，不好杀。确实不好杀，非常的稳健，估计妈蹲草里隐身了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老老实刷野。
主播我最爱调戏队友，调戏队友是畜生，说是调戏队友的人真是纯畜，调戏对面能搞心态，来波心理战，知道吧？从心理上击溃别人。心理战兄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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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这波野区我们再小摊一波，野区直接小摊，哎，美滋滋！你看我这波，哎，舒服舒服，这刷野的效率美滋滋的，兄弟们，太爽了！没机会，野区都吃完，吃干净，虫子给就完事了，不要虫子。上哪要顶不住了，得帮嘛！我能来，还得丢菜刀。给一个飞镖，直接砸死。Q 大兄弟 ，Q 大 ，Q 大，哦，好好恶心！不是你的 Q 怎么那么垃圾？看我的飞镖，根本扭不掉。哎呦！提前有 Q 吗？不大招吗？躲一下吧，别他妈大招炸死！哎呀，小炮来了！哎，我没有盒子了，算了算了，走吧。我刚刚躲起来了，哈哈哈！走喽，我们这把直接买帽子吧。国服特色，打杀一个人打个字，可以说是国服特色了，兄弟们。我憋帽子吗？啊，就憋帽子吧，给你帽子爽翻了。嗯，主播瑞文被提莫压制不帮忙吗？当然是有条件可以帮一下，看情况啊。人家刚刚那么稳健，没必要帮呀。像这一波啊，如果他再往前压一手，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了。记得摆个盒子，防止暴力。太稳健了！哎呀呀呀，太扯了！你看他太稳健了，怎么抓嘛？稳健像条狗，过来想飞镖骚扰一下都不给机会，控资源去了对面。我们老老实刷野，不管他们了，不管他们的爱恨情仇。Hello， 我飞镖打到小兵了，射我，躲开，真正拉回来，不好走啊！快来啊，兄弟！死不了，就是有点死不了，感觉有蘑菇啊，兄弟们！先 A 一个果实，哎，我老子红了，我被偷了，我操！哎呦，死不了啊，兄弟，还喜欢 A 分身。有点梦游哦，嗯，龙，哎呦，好差钱啊，真的，这帽子还差300-600块钱，挺有点贵。哎，怎么点呢？哎，算了，搞个小外卖吧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好烦。